也按多年来南五平镇的观念进来建设到各家公司。前一步的新竹县富桥乡香炉的家族，为了要打破传统，本无结婚，非常是做高僧的五亲，做人入到宗祠，同家族的男性成员向下接受后代人的服侍，就特别期盼的本姑婆上阿公婆牌的发挥，南腔展现出的慎重尊严的精神，每周都为现代人良心平权的观念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记者涂子林同录音站的特别报道。有一啲无限种铁架，有一啲无限搭神坛嘅神像，睇紧严肃嘅碑，定下嘅神片发挥，认真做准备。天地神明嘛，来光临来证明哈，来到一条子孙来嘛，来证明哈，一条来抢古堡转来嘅嘛，啊，几只歌声。其实当地嘅文化、族群，一切都有从南腔嘅观念，其中客家咪系其中一类。不说的祖宗是个没人没家出去，也是在细细的时间就过生，甚至是有按动人来离房的问题，也就是没人都没办法见到祖塔，也是种子地度。每一边的时间久了，也就是天天的不见调用太累。看到有点嘛，有多啊，在汤苗裔的是派位，一个是毛，还是我德国老人家十六岁嘛，按的早日啊，满到十六岁嘛，满有新年啊。跳广音了嘛？而且嘛，十六岁就感应的，谁来十六岁就做头部鸟，哈，还蛮有声音状态哦。老跳白嘛，以前是唔见过啦。在新竹县富桥乡的太家厝露天公众祠，经过几年的打拼，今年是家的爱向古朴尊佛的日子。不过，在仪式开始之前，爱先到八公街，同亲接近乡亲一送的神明上家门。啊！本凡将祖堂建筑祖古坡定看恩错合路充实啊，自己合信念等啊，来嘛修学三贤发挥。六五年冬天时呢，天天欣赏嘅突破，希望一切都做得平安顺心。身材与本福得知，一个地方。最一接触人的先民八公，按中啊，那个嘛先烧香，那八公禀报讲嘛，人家见面要盘点发挥的啊，烧着处你要将古朴的错位的，那将八公的比如按的合方艺术年的各个创新各个兴报啊，你还是按的见面在办八公很容易。再拜，三拜。家族当中年纪轻态的总比起地面头前，三天八地准备开始。不过详细看那无双爱的生活，总得看到红色的披肩。这是因为家头同今年的颜色看作是好事来谈。不过东东也没兄弟。在祖孙古婆家头，用祖母的传统祖塔，也是上神族阿公婆牌楼。其实，一同传统的宗族沙灰有独特的关系。宗族沙灰的最主要的该是农业嘛，农业是爱当当人，当当人爱跟大家结婚。如果你系冇结婚，你是冇血识冇人祭拜，所以我跟古婆应该结婚。你冇结婚，你是冇。蒙人拜你，会变成古佛牙贵。除了受到宗族沙地的影响以外，安阳的观念每同头把由东从一团的世界八段五由东城美连接线。你讲由本人做神桥的，你是等于是嫁出去嘞？嫁出去不管你是两岁四岁，还是三岁四岁。你是有这个样的 TV 的，你是在也永远拜你，所以同样是为圣贤的原因，
那因为有老了，古婆唔相信，就有动态关系。宗教用心百强，信徒向我庙请奉为灵公，祝上蒙福啦！哎，多谢啊！建功因你啊，这作为甘果以错误，古婆为错误啊，将上蒙啦，你搞来多错，天经地义来就不变。就到古坡已经登上高山非常久了，加十年可能就在五十多年，还是冇经验去研究嘛。也到子孙他造墙墙内的古坡嘛，好五十来道墙墙唔倒，还是墙上风下热嘛，记得冇走足，还攞墙内的古坡转来煮汤。你是不是都是奉旨古坡？你是不是都是捏金古坡？你是不是都是用纸古坡？你别家有抢到的古坡啊！哈，你以为你小做电看不错，你连分一条那条路，走路人就该夹我侍奉哈。啊，你啊，你家有念到的古坡，你叫千金，千金是搞得多做哈。无所谓的最好，念定大家古坡的名字。在总辞诺贝的旁边，是家的威廉斯比。在诺贝流票安东年，也是总初期末得到家的同意，而在天天的早晨正式转到总辞地度。卢凤年每因为播了一张梦，有位梦中的转变。也只讲为唐梦唐哎呀吼，做了古朴外派呀吼，哎哎，家不哎是紧反正为衰木啊吼，唐多讲为做了古朴外事情呐吼。也前两年有十个哈党员提议，哦，我哋是开会通知，哦，大家通知来实故破会。也近年来见到更多人关心古破牌嘅议题，每开始一组来提高五星嘅 TB， 从开中加大为国博并业主塔，无就系从卢福强强本日到新茂业联业总辞。其中有三派人员做得共起转变的关键，第一天定三飞的变化，南五平定的想法已经提高，过来就是离婚的歌，前面就是社会自发的问题，每样将归造总统力量的彼此。最大的问题是讲，你底下诶客家的种族组织，面临到少子化一个样的关系，韩国。不分的个样个情况，再来再严重。客家宗族为到面临的下，哎样个社会个变化，你接受哎样个只古朴唔相信作个个样个改变，也系因应的社会个需求个关系。多谢三兄哈，体育会系吗？潘国定体育会将来。当在安装墙固坡，你嘛共谈嘛，你向下错位。我相当怀疑啦，因为这个师傅讲，可能固坡个条线无路袂等当久嘞，吼，所以讲十六届来讲，差不多十届一摆就成交，俺才第出来就差不多第二摆就全部都成交。哪嘛？几个？13，十三，十三，俺三班。作坊一出一出小小的菜。有五有肉，四种米全有。也不总强抢准十六个古堡送神座。不过在街道正式转到准备之前，我先好好照睇街道澎湃的一串。啊，今面看到路幕啊，有安样的新的发展啊，我想也对于不论的客家也其他族群，安尼对于这个种族文化哈，让扮演与时并进哈。有一只新的思考啊，像其他都扮演了非常好的一种示范的案例啦。今天的打造七点半，卢凤年随心随意搬出早就开好的古朴牌匾，向下掀开封布，拿出桌布上写出，总得有一叠陈怀留底蛋糕。你爱牌匾嘛是？其实找双本音，五台风嘛，双本音在写，俺只个感应的名嘛，全部写到后背空难。古朴牌送神座，路过塔水也一波，后背是黑金哥今日嘅大兵同桥同哦。大家统一冇很简单，而且是
经开会五大方，各方用五个先出来会员啊吼，来每年开一次两次个大会，参参几时要接受，吼、哦，来通过。该助攻的时间哈，就是讲一个古盘那里落台哈，我相信啊，因为韩卡国一比啊，韩国家级别的一个助攻，因为感觉到讲，让啊自家个买嘅损嘅差不多落台咧哈，所以我想，你从那个言论、那个脱离来算的时间哈，实在讲，像古盘转来哈，入主堂哈，入主塔。呀，真件就系有好啦，哈！好，来吉娜。好，吉娜。古朴嘅博客院，有点神秘，一家三代一家徛在扎下，而正式对老辈同家都强业共同地度，理想神作有发扬嘅一步，对家族突破性嘅改变，无论系后生人，也系总比一代都有正面嘅看法。但是时代冇重要，遐时代哦，紧来紧变哦。再个主持人讲诶，你买你买啥，来你买啥，怎么了？啊，来啥你用个买用个啥咯？啊，你那东西是做唔得啦，做来买又同我啥？讲你啊你又拜阿公婆，跟住我咪讲姑婆梦烟拜。我觉得非常不错，就是可以真正那个体会到男女平等的一个东西，可以用在我们的那个像以后主塔，可能我们一些。因为现在不一定大家都会结婚嘛，所以像是我们像妹妹那些之类的，他们没有如果没结婚的话，一样可以进到土塔里面。庆祝祝五福登坎安坐，合路时逢就是恩果。发挥就按业到千面集团，一方面强行拍单，比古朴街道普逢看呢，未就系人工嘅原度。下后街道就会摆啲广播派顺头，强下本人自摆。大部分街道面色，我看人嘅心光度，未停得自动识贴。文安东主堂，师堂桂花，一股。也宗教性的仪式嘛，其实嘛，就是本俩个性沙啊安慰，那本财神让神嘛，子孙应等安心啊。但是两只部分啊，也是阴阳两理的事情。用老辈来讲吼，你平常时摸汗啊嘛吼，真正当然有解，下咱是造福啦。吼，俺那讲用爱你哩工厂了未来咯吼。我一路咪，我爸爸妈妈全部用烟服时代，吼，所以你讲可能你一生无限，我大家忠心，大家全部为来拜，吼，按住全部强下，大家分享，大家同下说，我按住按住当地上来啦。来量一下，前后深度有没有一样？量目前可能量庙里的相庙里人啊，相对保守啦。啊，希望是讲，因都嘛不管土著庙，因都北部客家。南部客家也已经就记得有按种做法的，能叫嘛？建筑啊，家属的好破坏也好，喊你讲，按照味道，按照五线的主线也好，啊，应该嘛，大家做努力做达标。有位还冇接书，啊，有位就讲那个朱古婆哈，做到了金塔，啊，但是呢，冇上到安尼祖堂的神位来哈，前面那个就是清醒的铺，就讲。定坛都那个祠堂哈，那个家庙来哈，我相信那个呢，一个示范作用，将来会非常有可能全面带通啦。客家接这盘生意靠保守嘅印象，唔过一按党人来，又一路一路加速同独步强强，希望打破传统嘅刻板印象。本家的古朴，未就系自家嘅装备，唔是继续啲老辈流票。推荐最前台客家的众筹新品档给台语念。